怀疑他是不是学校老师伪装成同学。哦，应该不难理解。我刚刚在车上刚好看到这个，他们说包什么是五十五，我就查五十五计给他们看。这么凑巧。那的答案是什么 ？B， 要不然你选 A 好。正确答案是北港高中后裔。没有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来，